这段时间呢参加了反观班，也确实感觉到自己的很多想法做法都是不正常的，是多余的。特别是刚才我学习的那个自我运作模式的把戏啊，就更加有点离谱。我现在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例子。如果说一个人小的时候的树立之下要成为什么人，而且呢也付出很多，当然他的也是在做合法符合各项制度的事情，又行动了一步步向理想靠近，当然呢过程也肯定是遇到很多困难问题挫折，但都通过努力去化解，最后取得人生的丰收，在家庭事业生活人际关系也处理很和谐。或者呢有这情况，某个人呢在某个企业或单位呢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分守己，也有稳定的收入，各方面也处于良好，自己也过得有滋有味的。这些就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多存在的。这在我们来讲，学习道德经来讲，会不会觉得是颠倒梦想这种感觉呢？还是道德经所说的无为法，做任何事情随顺因缘，不争处下，由远去处事这种处理方法。我的问题是要怎么去厘清虚幻颠倒梦想与现实生活中的追求，有没有一些相对的标准或界限？谢谢，请郭老师指示。好，你接触道德经学习我们这些课程多久？差不多两年。两年。那你有系统深入学习整个道德经的这个课程吗？应该是断断续续或者有些课程去上。断断续续而已哈。好，所以你还没有深入，还没有学习，还没有深入学习到整套的课程，所以真正里面的智慧珍宝你还没有学到，但你现在这是个过程的渐进式的过程。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也是自己要去安排的。你真的想要，你就会去安排出时间出来，有系统的把整套课程深入学习，浸泡个至少两三个月，你就把它当做这是你人生大学的必修课。你这个是要深入人生大学来深造。我们现场也有他本身也是高学历的，以前的觉得自己已经很显然不错了，但是后面却发现不是这样，人要虚心学习，所以他放下世间的各种名利的追求，也能学到智慧，比什么都更重要。这个是真正的人生大学啊！我们后面这个背景，大自然大学堂，这个大学不是一般学校的那个大学啊。儒家所讲的大学之道在于明德，那个大学不是一般现在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什么高中之后然后升上来的大学，不是那种，那个是学术的，你未必学到真正的智慧，那是积累知识积累学问。我们这个大学，儒家所讲的这个大学是大人之学，这是一个对比而已啊，对比就是小孩子他就是很任性啊，好玩啊，没有这种因为他不需要经营家庭啊，不需要经济收入啊，所以会有很多的抱怨啊，伸手就要钱啊，父母亲给他钱好像就是应该啊，会耍脾气啊，当然这个我们大部分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历过这样的小孩子的阶段嘛，
你在事实上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就要让学生让小孩子要学会，你要学会经营人生，学会经营家庭，学会经营婚姻，学会教育小孩子，这些才是真正的大人之学。你学的这些大人之学之后，结婚生小孩，哦，好，能够有幸福圆满的家庭，为人处事，经营社会，经营企业，你也能够经营的有诚信。大人之学告诉我们怎样去做人成功，怎样人生成功，而不是那种学那些什么邪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怎样去欺骗，不是那些，那是很劣质的文化。我们要学习是优等优质的文化，我们要学习的是大人之学。啊，这个大自然大学堂，这个大学堂就是让我们学到，它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所谓的大人之学的学堂。啊，那前面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拥有最高的智慧，大自然拥有最高的科技，大自然是最伟大神圣的道的展现。生而不由，为而不恃，长而不长，功成而弗居，这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处处都在展现的。真正的无我的精神，大自然处处都在展现，都在示范，都在示现。所以以身作则，大自然都是这样在呈现。如果你没有学到优质文化的话，你是看不懂，因为大自然它是没有文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字天书。老祖宗所留下的无字天书，就是你怎么去读懂大自然的启示。你学会了，你就学到，你就能够开启高等的智慧。一般人，你读到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读到博士，那也是在读这本无字天书，都只是在课本里面在那里钻研，实验室里面钻研，那是一些知识，那是一些技术、方法、学问，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那是来自于我们清净本心的流露。真正的智慧，在大自然里面，天地皆住，都在示范示现。啊，所以你现在，因为你现在还处在迷茫的情况，啊，所以一方面要深入虚心的学习。你不要想说啊，我现在经营企业我很忙啊，我哪有时间什么要三个月，哎呀，我一个月不去上班的话，那就损失几十万啊，三个月那我损失个百来万啊，那就我这个太不值得了。马云如果能够早日来学这，他能够真正用半年来学这些课程的话，他整个人生观很多都会改变。真的，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学到高等的文化、高等的智慧，怎么经营好我们的人生啊！所以你刚才问的那些问题，如果你能够好好的腾出一段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浸泡，就像进入人生大学，进入人生研究所来深造，那是要学到活生生的智慧，怎么样能够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经营好家庭，经营好企业，怎么样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活出生命的神圣，来做利国利民、利益天下苍生的事，这是何等重要的课堂。哦，所以如果你能够规划出一段时间好好深入学习，那个不是几百万价值这样而已的。所以希望你早日能够学到高等的文化、高等的智慧。OK。